手没抓到，还遇上个送手机的。你是警察，请你帮帮我。说吧，怎么回事？三天前我和姐姐吵了一架。姐，我不想相亲。必须去，这次是王校长的儿子，去了没给我留人。我突然收到一条神秘的信息，上面的内容简直不可思议。我当时正在气头上，随手回了一句也没有多想。如果你厉害的话，先给我转100万啊！我万万没想到，我立刻就收到了转账成功的信息。可与此同时，门外一声巨响后，我的姐姐也消失无踪了。我害怕极了，于是拼命地发信息，以为可以让姐姐回来。可是最后的回复让我彻底陷入了绝望中。从那以后，我姐姐就消失了。我只是不想被催婚，没想到变成这个样子。请你帮帮我，我想让我姐姐回来。带我去看看。